武汉深夜马路边的美女炒饭。美女，这炒饭怎么卖的？炒饭啊，炒饭有很多种价位的，想吃什么呢，帅哥？价位都有什么价位？给我说一下。价位有8块的、10块的、14块的。14的啊？哎，对。14都有什么呀？14有加肉丝，还有豆芽呀、包菜、酸菜这些都有加。那你给我来个14的吧。哎，好嘞，好嘞。啊，好。这是加的什么猪油吗？哎，对，这个是我们的自己熬的猪油哈，然后还有猪油渣，哦，加点猪油渣，好吧？可以可以。这个是我每天自己现熬的啊，对，这个猪油渣很香的。是加了一个鸡蛋。对。美女，做炒饭做了多长时间了？炒饭做了4个多月了。4个多月了是吧？对对，做了4个多月了。那以前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以前就是上班族。啊，上班的是吧？对对对，上班族。那你怎么想起做这一个炒饭了呢？炒饭自由呀，自己摆摊自由啊。哦。对。就崇尚自由。对，崇尚自由。就不想被那个上班约束是吧？对，不想约束。哦。哇，这技术可以啊。这一天能卖多少份炒饭呢？一天能卖个80-90份吧，100来份。啊，这很厉害哦。还可以啊，真的比上班强多了。还行。下次我也跟你来学炒饭吧。好，可以，随时欢迎。真的？可以，真的。哇，这技术嘎嘎的。猪油炒饭，猪油鸡蛋，还有肉丝啊、哦。对，还有肉丝。14块钱。新鲜的。嗯。这炒饭也很辛苦啊。还可以，还行。但你自己喜欢就好是吧？对，自己开心就好的呀、啊嗯，开心就好。酱油。做什么工作都辛苦、嗯、对吧？老抽。嗯、要加辣椒不，帅哥？加。好嘞。还有人管我叫帅哥呢，我就是大叔。加辣椒，对，自制的辣椒哈。咱们除了炒饭还有别的吗？炒饭还有我们的鲜明春、鲜明饺都有。哦。面包的，哎。加点葱花，哎呀，这闻着好香啊！像你这么漂亮，你为什么不上班呢？上班我感觉更有发展吗？更有发展，我觉得自由吧，自由最好了。啊，自由是吧？对。啊。年轻人都崇尚自由嘛，对吧？那感不感觉很辛苦啊？辛苦多少都会有一点了，对吧？我们每天都是在外面30多度的天气，对吧？一天坐7-8个小时，辛苦也是有的，每天基本上都要熬夜。兄弟们，你看不看见啊？这个美女这么漂亮，都不怕辛苦啊？你们你说还在说什么抱怨啊？就不要我抱怨了。是的。你明明可以靠颜值吃饭。一定，你明明可以靠颜值吃饭，偏偏要靠这个手艺，是吧？好，出锅。哎呀，来，出锅了。香喷喷的炒饭，猪油炒饭。哇，这一份14块钱。对，这一大份14块。好嘞。